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燕成，又同大家分析一下世界的事情啦。咁啊，而家世事好复杂，有好多政治嘅斗争。咁我作为时事嘅评论咧，最主要一样嘢咧，就要根据理性同根据事实去作出咧对事物嘅分析，亦提出你嘅观点嗰时候有论辩嘅咁，即系有理性嘅根据咁解。咁同埋咧，尝试咧就是、做一个公平嘅睇法咧，就尽可能咧系两面嘅观点啊都讲嘅。咁有啲属于唔入流嘅评论咧，就是、用文革嘅方式啦，就是、政治上戴帽。个戴帽方式就话啊，你系亲共嘅媚共嘅咁，或者咧你系亲美嘅媚美嘅。戴帽方式就根本唔理你讲乜，就尝试咧先定咗你有个政治立场，制造个稻草人嚟到将佢打低，就话打低你嘅观点啦咁。咁呢啲叫做系冇学识又冇理性嘅判断，系唔入流啊。咁真正嘅辩论系点嘅咧？咁啊，或者评论系点咧？咁因为我自己系读哲学嘅咧，我就好重视咧事物。你提出个论证嗰时，一定要有根据，有事实根据，或者有一定嘅推论，然之后咧去作出一个睇法。咁例如上一次吓，我嘅评论引起一啲人嘅意见，因为我提到阿袁国勇，咁可能有人支持佢啊咁。咁但系咧，我批评袁国勇唔系因为佢亲共或反共啊，或者佢嘅政治立场，而系咧从理性嚟睇，当佢咧话自己系科学家，咁但系咧佢却系话咧呢个嘅而家嘅呢个冠状病疫啊，系基本上系来自武汉。而且咧，系来自呢个嘅华南海鲜城。嗱，呢个讲法曾经一度系有人咁主张，但系咧，由于有新嘅证据显示唔系一定系，咁呢个华南海鲜城已经唔系噶啦。呢个最新发现已经有论文写咗出嚟证明唔系嘅。如果都未能够确定系唔系华南海鲜城，你咁快确定咧，呢个就系缺乏科学嘅精神啦，系咪？咁啊，另外一样，譬如话袁国勇就认为咧呢一个嘅病疫唔可能来自美国吓，唔好自欺人咁。咁咧呢个又早啲时间可以咁讲，但到而家嘅发现里面有好多新嘅唔同嘅论文指出咧，都有可能来自美国。呢论文唔系一定系中国写，好多都系美国人自己写嘅，或者日本人写嘅。当你有争论嗰阵时，就唔好以为有个最后答案。所以咧，我就批评咧袁国勇咧，似乎缺乏呢啲科学家应该有嘅情况，就唔好武断，唔好咧咁快以为有晒定论。咁啊，由我上次嘅评论里面又特别系讲到啦，即系今日各方面嘅证据以及各方面嘅论文啦。咁由讲到美国咧，有啲讲法就系、是、有啲嘅记者就系、是、George Webb 所讲嘅，咁就系话有零号病人其实系美国开始嘅咁。当我引述呢讲话嗰时，唔系表示我支持呢个讲法，我即系报道呢个讲法，因为咧通常讲嘢有各方面嘅唔同睇法啊嘛。咁有人又开始又批评啦，以为咧我咁样即系帮中国辩护咧，咁变成系中共嘅学人咁，呢、这个又好笑。咁我自己做一个学者，根本我都冇中共啊，或者中国都冇请我做佢嘅学者，俾个人工叫我去做研究啊。咁其实我一直以嚟做客座教授嗰啲咧，系喺唔同嘅大学包括西方嘅大学，我都系客座教授，唔等于我系亲边边。咁但系有人因此有批评啦，咁如果佢又冇听我后一半，因为咧我喺星岛嘅电台嘅评论又系从佢后一半，我就话咧，即系美国有啲人咁样话呢个病疫咧起源来自美国咧，话你唔好信呢啲咁嘢，我跟住就系咁讲啊，即系话咧我哋唔好当真先得嘅，呢都系有啲阴谋论，未有科学嘅证据之前咧，我哋唔可以确定究竟呢个病疫起源自美国，因为起源自中国。当然拗呢个都系意义唔大嘅，最关键就系中国同美国最好合作咧，去克服呢个病疫，而唔系咧互相咧将呢个政治嘅责任推去对方啊。咁其实呢个系政治嘅动作多过一个科学嘅理性嘅做法啊。
咁其實咧，我哋係受過思想訓練嘅人嘅最核心嘅做法就係一定咧要做嘢係有根有據，同埋咧係唔好咁快即刻落判斷，只能夠話咧可能係咁嘅啫。或者咧如果你認為我認為有個某個觀點係啱嗰時，我會指出咧，其實即係呢個判斷有另外嘅睇法，但我唔同意。咁咧啲就叫做咧係經過理性嘅方式去討論啦。好啦，今日咧又有啲新嘅讲法出现，都几有趣，就系美国知名嘅学者福山吓，咁咧Francis Fukuyama， 咁佢好著名嘅，佢写咗本书叫《历史嘅终结》，即系佢认为咧苏联崩溃之后咧，即系呢个民主自由嘅制度已经赢咗啦，历史嘅完结，但后来发觉又唔系啦吓，咁后来都佢有啲新嘅讲法，咁但系佢对病疫问题咧就提出一个嘅佢嘅观点。他就说呢，不同的国家是不是有效去应对危机呢？主要的分割线呢就不是再是民主或者集权啊，这一种这样的体制之分。啊，因为好像现在就中国啊似乎较为集权一点的体制，啊，为什么他应付得有几好啊？咁啲民主國家啊，好似意大利啊、西班牙啊、英國啊，都好似應付得又冇中國做咁好咁。咁其實應付得好唔好咧？佢想指出就唔係因為佢民主啊、集權嚇咁。咁啊，不過咧，即係話民主政府以前曾經都即係西方一度都以為啊，中國咧係集權嘅啊，咁啊，所以咧佢就係處理呢啲問題啊，資訊唔得自由啊，又隱藏消息啊，咁啊，李文亮事件啊，跟住咧就話呢啲係佢哋嘅錯嘅咁。但係點知後嚟發覺由民主國家做起嚟又唔掂咧，唔好得過中國，有時仲弊過中國咁。發覺咧嗰個問題咧就原來唔係咁簡單，係二分法啦。咁民主國家咧，嗱呢個佢講嘅嚇，由福山講嘅。原來佢民主國家嘅領導人咧，喺出於各種嘅壓力啊，咁希望都淡化疫情嘅危險，咁係。是为了呢避免伤害经济呢，或者保护他个人的利益，咁他这个当然暗指特朗普啦，咁当然英国这个约翰逊亦是马马虎虎呢，都是令人震惊，搞到连中国留学生都快啲走，香港留学生又走咁。咁然后呢以往呢对于政治简单二分法唔适用啦，咁跟住他提出一句 ,The crucial determinant in,Performance will not be the type of regime, but the state's capacity and above all,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咁呢个福山咧，佢主要就指出咧，即系决定个疫情嘅边个关键因素咧，唔系政治嘅类型啊，唔系个体制问题，而一个政府能力台咧，最主要就系对政府嘅信任。咁同埋佢自己都好相信吓，就系话即系其实西方民主国家系可以做得甚至好过中国嘅吓。佢话佢只要佢做得合好啊，就系 once it is up to speed 啊，即系哇佢速度系啱嘅，咁 it can properly match the capacity of most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including China 啊，即系咧佢系会追上中国就好过中国咁。咁但系咧，即系点解美国又好似唔做得咁好啊？咁佢因为特朗普啦，咁啊，佢结果咧，其实福山后面都系民主党嘅，又喺呢度闹特朗普。咁个特朗普上台咧，就唔系得到所有人信任，佢只得到咧三至四成啊，佢自己支持嗰啲人信。不过佢其实呢个福山嘅讲法唔啱嘅，因为咧，美国总统从来都唔会得到多数人信任嘅。啊，咁佢就净系特指特朗普就唔系咁啱嘅，个个总统都有一批。人吓，一个相当大比数嘅人系对佢批评噶嘛，咁咧啊，咁佢即系想批评特朗普啦，咁就，但系佢话如果即系民主做好嘅话，都做得得，咁其实特朗普而家一出动美国嘅能力嗰阵时都得噶喎，睇嚟吓，佢而家整啲医疗船啊，野战医院嚟到噶，即系佢美国唔可以做到中国十日起间医院，全世界冇乜几多国家得，但系咧，因为美国做好多呢啲嘅力量，军事力量可以动用。咧紧急状态嘛，出医疗船、出野战医院，咁就相当多钱、实力同埋雄厚嘅力量去应付咧。咁嗰个美国嘅国力嘅雄厚都系出翻嚟嘅。咁佢即系其实呢个福山就想话咧吓系。
呢個嘅啊，最主要人民相信嘅領袖啊，同埋嗰個領袖係咪做到有效率嘅政府啊？咁咁不過佢最後咧，佢又講咧，美國最大問題咧，即係唔係好樂觀嘅，就係、是、因為佢個部族主義 （tribalism）。咁呢個都係今日好多專家去批評美國嘅政治體制 tribalism 啦，即係變做部落主義形態。咁所以咧就唔能夠讓一個民主體制做得好咧，即係太多嘅小群體、小部落有佢自己利益嚟到分散咗美國，唔能夠將佢團結起嚟咁。咁不過最近有啲嘅研究又指出咧，係話啊，其實呢一個嘅啊，一有危難嗰陣時咧。嗰、那個嘅國家民族團結會強嘅，咁所以咧最近就發現所有嗰啲領袖咧嗰個支持力都提高嚇，連呢個約翰遜做得最窩囊嘅都提高咗噃，咁啊都係馬克龍啦嚇，德國默克爾咧，啊連意大利個總理都受到歡迎，咁連特朗普即係雖然啊有啲電視啊電台日日踩佢都，民主黨日日踩佢，佢仍然民望係提高咗噶喎，咁佢都好似好有決斷力咧，而家先出咧決力，可能臨尾佢先出，即係初初就搞到。好定盡啊！咁而家好似做得似樣咗啦，咁咧都係提高嘅。咁因為咧係有災難嗰陣時，人對政府嘅信任咧就會增加，因為希望個領袖發揮力量。而家咧先至係真正睇咧特朗普咧係唔係真係發揮力量嘅時候啦。啊，咁啊，其實啊，即係到艱難時期。人民就要學習啦，唔係單靠個人自由去解決問題，係要有國家領導。咁即係話某種集權啊，國家集權咧係要重新出嚟先得。所以個個國家都宣布緊急狀態。咁呢種嘅緊急狀態咧，好多民主國家都變咗喺街上都要逼人去跟翻規則，唔准佢出嚟啊，或者要跟各種嘅限制等等咁。咁所以咧，呢啲都係一個嘅好重要嘅啊下一步嘅發展。咁終歸。應該呢個艱難都會度過嘅，休息一陣，翻場再傾。